十三姨，老柳他怎么了？柳大叔他非要我陪他喝酒，我又不会喝，结果他一个人喝，结果就喝倒了。他为什么要拉你喝酒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就说有很多话想跟我说，一会儿又夸我很可爱，一会儿又说我冰雪聪明，我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老不正经！十三姨，您生气了？我不是生你气，我是气他，气他一把年纪了，居然还喝醉酒，哎呀，丢人现眼呐！那我们要不要扶他出去啊？哎，不用。他喜欢喝酒啊，就让他喝死算了。什么味道啊？我看您嗓子疼，给您煮了一点汤药。你帮我煮的？是啊，差不多快好了吧？我一会儿给您端到房间去。啊，雪儿，你待十三姨真好。干女儿孝顺干妈那是应该的。谢谢。十三姨啊，昨天晚上你到厨房去过了？去过了。看见我了？看见了。我一定是醉了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叫醒啊？我为什么要叫你啊？我们只是老板和伙计的关系，你下班了爱干嘛干嘛，和我没关系。对了，那药你喝了没有啊？喝了。嗓子好点没有啊？柳一条，你是笑笑的爹，你不是我的爹啊，你不要老是黏着我唠唠叨叨的。我不是。哎呀，上班时间呢，干活去。这么烦，气死我了。喝了我的药还那么凶。对不起啊干妈，都是我不好。这里面怎么这么多钱呢？你们快来看看，谁的钱啊？不要，都是我的，这些钱都是我的。你们看什么啊？就算我藏一点私房钱又怎么了啊？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，问问自己这个客栈里谁最辛苦啊。是啊是啊，你们千万不要怪十三姨，你们在一起开店最主要就是互相信任。哈，雪儿算是说到点子上了，我这么辛苦我是为了谁啊？难道不是为了大家吗？可是你们有谁替我想想？看看你们一整张苦大仇深的脸啊，要是谁不想干，那好啊，那就算我好了。我不想干了。我也不干了。我也不想干了。也许只有散伙才能恢复大家内心的平静。那大家就散伙吧。那我也不干了。好，散伙，散伙吧！我明天就把这客栈卖了。干妈，你真的要把客栈给卖了吗？这是气话，我怎么舍得卖呢？哦，那你可一定要把房契给藏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信任你了，很有可能会抢走你的房契。不会这么绝吧？大家姐妹一场。很难说，恩断义绝的话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干妈，您要是信得过雪儿，不如把房契交给雪儿保管吧。不用了，我的房契一直都是藏在自己枕头里的，非常安全。
我的房契！哎，有人！谁啊？有人！十三姨怎么了？啊！有人偷了我的房契啊！鬼迷了心窍了，求求你了，他们要是赶我走，我就没地方去了。秋月姐，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啊？我亲眼看见那个小贼跑进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人是贼？秋月，是你偷的？对不起。十三姨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秋月干的，这里肯定有误会。他都承认了，你还偏袒他？笑笑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秋月，他像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？他连好姐妹的意中人都偷，还什么不能偷的？我看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秋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我现在要求你正式辞退我的家庭老师冷秋月。笑笑，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？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？你总不能让一个小偷教我怎么做人吧？哎呀，你好，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儿。哎哎哎哎！秋月，秋月，走就走，谁稀罕呢？哎，小姐，笑笑，小姐，笑笑。小龙，你帮我劝劝大黑啊，叫他不要那么冲动啊。啊？不，他的事儿我管不了。小石头，我们走。嗯。哎，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雪儿，你刚才也在这里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秋月偷了房契吗？我本来是在这看书的。后来秋月姐姐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跟着你们也慌慌张张地进来了。哎呀，这么说，真的是他干的？我真不敢相信。哎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惊于秦，而荒于嬉。在我离开以后，在你下一任老师到来之前，你一定要每天都看看我教过你的唐诗。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你是我第一个好朋友，也是我唯一的一个。不管你认不认我做姐姐，你都永远是我的妹妹。还有不到一秒钟，我就消失了。你多看我一眼，不会死的。哼，你一秒钟之内不消失，我也要让你消失的。你这个家伙，从认识你那天起，就盛气凌人，高高在上。笑话！被别人抢了女人的人，还能盛气凌人、高高在上吗？我没有抢过，秋月本来就是我的。哼，而且我根本不想让给你。不管你信不信。除了秋月之外，其他东西我都可以让给你。只要你有困难，我会来帮你的。再见。
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哼！哎哎，看看了啊！大黑哥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对，我要和秋月在一起。一定是秋月吗？如果是雪儿呢？雪儿从见到大黑哥哥的第一眼起，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大黑哥哥身边。雪儿不敢跟秋月姐姐相提并论，只求大黑哥哥看在雪儿一片真心，让雪儿留在你身边吧。你不要这样。大黑哥哥不喜欢雪儿吗？我是很喜欢你，可那只是哥哥对妹妹的一种喜欢，这跟秋月不一样，你懂吗？秋月，大黑，你到前面等我，让我跟雪儿说几句话。雪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偷房契呢？这，我想你大概需要钱，我也没有很多，希望这点对你有帮助。我害你背了黑锅，你不生气吗？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难处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不过以后可不要再这么做了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你要是这样做大家会很伤心的啊。再见，妹妹。雪儿，柳大叔，您是在等我吗？有件事情我怎么想也想不通，所以想问问你。那天晚上你是不是亲眼看见秋月拿着房契跑进书房的？雪儿是亲眼看见秋月姐姐进了书房，至于房契，不是她自己交出来的吗？柳大叔好像不相信雪儿啊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只是不相信这个秋月会偷东西。哈哈，对了，那天晚上你在书房干什么？我只知道秋月嘛，喜欢半夜在书房看书，倒不知道雪儿你也喜欢半夜看书啊。要是这几天夜里你再去书房看书，可要小心一点啊，说不定小偷啊另有其人。哎，看看了啊！谢谢包子啊，来看看啊！哎，看看啊！啊，来看看风筝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来放风筝！来来来，看看，哎，就是啊！哎呀，我认识这个啊！来来来，看看啊，这是我啊！这是我啊！这被热了，热了好。怎么又转回来了？柳大叔，雪儿，你这出来买东西啊？是啊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柳大叔，
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呢。对，那什么，你忙，那我先走了。刘大叔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听说十三姨喜欢吃糖醋鱼，您看能不能教雪儿做呀？好，那走吧，走。刘大叔，你小心点啊！没事。哎呦，刘大叔，您看，您烫着我了！哎呦，我贴住好吗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让你小心吗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哎，好，没事了啊！谢谢刘大叔。你看这个油啊，它不能太热，知道吗？要不然这个鱼啊就糊了啊！刘大叔，你真懂啊！哎，然后再把这鱼翻个个啊！刘大叔，你怎么什么都行啊？年纪大了，会的东西就多了。雪儿真该向您多学学呢。好。您看，您都出汗了，我替您擦擦啊。雪儿，不，热吗？不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百灵，雪儿想学做糖醋鱼，你来教的啊，你来的正好。好，我来教你。百灵姐姐，柳大叔和十三姨好像特别好啊。是啊，他们每晚都在书房下棋。可是雪儿又弄不明白了，十三姨对柳大叔常常是若即若离的。有吗？快来学烧鱼吧。哎呀，那是因为刘老爷想娶十四姨，所以才对十三姨。长舌妇，这么喜欢议论别人的事情。不能说啊。嘴有病就去看嘴去。这个小丫头肯定是有问题，我得告诉十三姨，让她小心一点。十三姨，雪儿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老爷，我在等你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老爷，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跟你讲。雪儿，雪儿，老爷，哎呦，雪儿腿好疼，这是干什么？你雪儿，干妈，老爷说要娶我做十四姨。什么？你这个老色鬼！不是我，干妈，雪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雪儿要离开这里。你要去哪儿？你又没地方可去。就算没有地方可以去，雪儿也不能留在这儿了。十三姨，你是雪儿的恩人，雪儿不能让你伤心呢。哎呀，这又不是你的错。你不用走的吗？就算不是我的错，也是因我而起的。要是没有我，你和柳大叔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想错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不会喜欢那个臭老头的。可是柳大叔他已经对雪儿有非分之想了，雪儿真的不能在这里再待了。十三姨，你多保重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让你走啊？你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，要是非走一个的话，该走的也不是你，啊！十三姨，十三姨，十三姨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嘛！啊，不用了。该看见的我都看见了。哎呦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一进到书房里来，那个雪儿就扑到我的怀里来，那完全是有准备的嘛。啊，而且上一次他非要我教他做这个糖醋鱼，也是卖弄风情啊。而且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他做十四姨啊。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欺负他，而是他勾引你啊？没错。柳一条，你快去照照镜子，你是长得风流倜傥还是年轻英俊啊？他为什么要勾引你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这个雪儿确实是不简单呐。
而且我怀疑上次偷房契的事情就是他干的。哎，你别再说了，男人要敢做敢当，你做错了事，不应该去诬陷别人的。我，哎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啊！你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我，你要我离开这里？是的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十三姨啊，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明白了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十三姨，走呢？家里来信了，我得回去看看。那，你早去早回啊。十三姨她，她说她不舒服，不出来送你了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回去吧啊。嗯。哎，雪儿，你放心吧，那个讨厌的家伙已经被我赶走了。可是干妈，您不会怪我吗？不会，又不是你的错，是他罪有应得。哦，对了，嗯，雪儿，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房契。为什么给我？该怎么说好呢？现在除了你，没有人能相信了。你替我好好收着吧。干妈这么信任我，我一定把它保管好。嗯，哎呀，可怜我十三姨，忙碌了半辈子，到头来连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。干妈，您不是还有我吗？还好有你。你真的拿到房契了？你们先帮我赎身，我就把房契给你们。我们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绝对不会言而无信。先把房契交给我们，马上就替你赎身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欺负这个小女孩。嗯嗯嗯。现在可以帮我赎身了吧？姑娘，不是我不遵守诺言，嗯，实在是你们老板娘要价太高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不能替你赎身，这是你的辛苦钱。爹，我们走。嗯，站住！你们说过不会骗我，怎么能这样做？姑娘，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个没用的人啊，我们不会为一个没用的人多花冤枉钱。你别老缠着我们。就是，紫霞姑娘，你人这么漂亮，以后一定会有人帮你赎身的。混蛋，你们不守承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别乱来。你们是怎么搞的啊？让一个疯子来接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两位老爷，他原来可不是这样的。反正我们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儿子，走走。
你们给我回来！两位老爷，真是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！回来！回来！这样对待客人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把他关到地下室去。是，走。放开我！哎呦啊！我哎呦！快快快，把他关回来！快快快呀！快点儿！哪儿呢？人呢？臭丫头，你跑出去，谁会给你饭吃？除了我，你会饿死在大街上的。哼！雪儿吃饭了。雪儿，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见雪儿啊？我一大早就看见她出去了。一大早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她连她的笛子都带走了。笛子都带走了？不会不告而别吧？不告而别？哎呀！糟了，快快快，别吃了，帮我一起找啊！好，走。找什么？十三姨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啊？房契，我的房契，快帮我一起找。这是雪儿的房契，你怎么会把房契放在这儿呢？我把房契交给了雪儿啊。啊！你怎么能把房契交给一个外人呢？哎呀，连秋月这样的内人都不可靠，所以我只能相信外人了。我们这儿有这么多的人，你为什么非要交给雪儿啊？你们一个个整天都魂不守舍的，好像都是一副巴不得我们姐妹客栈早点关门的样子，我怎么放心把它交给你们呢？别说了，还是帮忙一起找吧。不用找了，房契不在这儿。你知道在哪里啊？应该在雪儿身上啊！难道说雪儿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们客栈的房契才来这里的吗？房契被偷的那天晚上，哎，雪儿跟秋月不都在书房吗？难道说秋月带雪儿受过？哎呀，我想到了，我好像是告诉过他，房契很安全，藏在我的枕头里面。哎呀，我早就知道了，秋月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的。那秋月干嘛不说呢？我猜肯定是他怕我们把雪儿赶出去，所以宁愿自己背黑锅。啊，这个傻瓜，这下子岂不是害我了吗？都怪你自己糊涂，怎么能把房契交给外人呢？糟糕了，那么说我冤枉老柳了。你冤枉我爹什么了？我冤枉他非礼雪儿，把他赶出去了。啊，原来我爹是被你赶出去的。我真没想到雪儿会骗我，他那么的天真无邪。哎，别说我了，你们哪个人不喜欢他？哎，谁会想到那都是装出来的。想起来雪儿来客栈这些日子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会不会是他暗中捣鬼，故意要离间我们的感情，然后趁机窃取房契？哎，你们说他这么费尽心机要得到这张房契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肯定是受人指使的呀。十三姨，王功德。十三姨，十三姨，你给我出来。哈，请问二位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呢？十三姨，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呀、啊。你们为什么住在我的房子里呀、啊？你的房子？你看啊，那是你的房子，在对面呢。你们两位走错门了。十三姨，你可看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姐妹客栈的房契。这就说明这所房子是我们家的财产，请你们现在赶快收拾东西搬走。这房契是你们偷来的。我警告你们，三天之内给我搬走，要不然咱们公堂上见。走。各位再见。他们怎么不回自己家里啊？他们一定是知道我对他们家已经轻车熟路了，怕我到他们家去抢回房契，所以
不敢待在家里，躲到外面去了。唉，这下完蛋了。要是三天后他带着衙门的人来要房子，我们就只能走人了。十三姨，这都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要相信外人，不相信我们呢？十三姨，我说你这个人又自私又多疑。哎，大家在一起开店就应该互相信任，可是你呢，又自己藏私房钱，还怀疑自己姐妹偷房契，现在成了这样，你呀，活该。哎呀，我又不想这样的。十三姨啊，你真是一个非常自私又非常多疑的人。既然大家在一起合作开店，你就应该和他们互相信任呢。为什么你又偷偷的藏私房钱，还怀疑自己的姐妹把房契给偷走，结果变成这样？你就是活该，你就是个大笨蛋。好了，看看现在的状况，大家都恨你。不，客栈没有了，而且连老刘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有事业没事业，有爱人没爱人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这辈子算是白活了。老刘怎么会没了呢？老刘不是在这儿吗？你不是走了吗？哎，没有你我怎么能走啊？啊，让你把我轰走了，我多丢人呢。啊，我的房契被雪儿偷了，我的客栈被那个王公子抢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房契没了，我们可以再买；客栈没了呢，我们可以再开啊！哎，可是有一点，老柳可是不能没的。老柳要是没了，你这辈子就是白活了。啊！你不是我的气了吗？哎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你把我累死了！哎呦！对不起，我太高兴了。嗯，那坐下，坐下啊。哎，石丹姨呀，我们现在就该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嗯，现在看起来，房契肯定是落到王功德的手里了。嗯。这客栈嘛，也肯定是被人夺了。嗯，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损失降到最小。嗯，所以说，哎呀，有了，我们应该把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留一个空壳子给他们。哎，我们客栈里的东西还真的很值钱呢，怎么都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哎。老刘啊，哎呀你别坐着了，说干就干呐。三天以内把这儿扫荡一空，一根草也不留给他们。真不愧是十三姨呀，啊，一说到赚钱马上就光芒四射呀。慢点慢点，走啊，走。哎呦，走。哎呀，快动作快点啊，明天就会有马车来，把这些东西运到隔几条街的江南茶楼去啊。你把东西卖了？哎呀，不是，十三姨把那家茶楼买下来了，要在那儿开客栈。那你有钱吗？你以为我的私房钱是用来干什么的？人无远穷必有近穷，现在派上用场了吧？真不知道王功德看到这个空壳子会有什么感想？当然是被活活气死。哎，对了，花园里那些花花草草也一定不能留给那个混蛋。哎，老刘，哎，我们现在去花园啊。哎，好。你们剩下的人再去别的房间检查一下，还有没有遗漏的东西。别偷懒啊。小龙，这什么呀？这个大黑养的石头。石头也能养？那他说石头也有生命的，而且还有自己的名字呢。啊，叫什么
什么？叫世外桃源。嗯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就知道你不懂。东晋有个诗人叫陶渊明，啊，他写过一首诗呢，就叫做《桃花源记》，意思是啊，他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，和他理想中的世界是一模一样，在那里可以逃避生活中的一切烦恼。咱们客栈原来不就叫世外桃源吗？肯定是宋老三留下的。哎，对。既然他是带黑的石头，为什么不带走呢？肯定是找个借口，他是故意找个借口能让自己再回来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那么又阴险又皮厚啊？喂，哎，等等、嗯、你干嘛去啊？你不是带黑会回来拿吗？我替他保管呀。哎，你这人没头没脑的，万一掉了怎么办？还是我来保管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哎，这天连一棵草都要带走啊！哎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草，而是那棵叫忘不了的神仙草。是啊，哎，这是秋月和大黑偷偷种在这里的。哎呀，都怪我啊！嗯，一时冲动冤枉了秋月，结果失去一个好姐妹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外国友人啊！失去他们比失去客栈还要让我难过啊，这颗忘不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呢。哎，走。百灵，我这个女侠是不是很不合格呀？才不是呢，太子，你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，在这种地方给他们当伙计，卧薪尝胆，能屈能伸，堪称是全世界太子的榜样。可是我却因为感情用事，赶走了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。栋梁之才，伤害了一个外国友人的感情。那是因为秋月姐抢走了小姐的心上人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嘛。身为一个大明国的太子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，即使再生气，也不能做得如此明显。江湖女侠怎么能因为儿女私情就抛开侠义二字呢？四大高手的比赛日益迫近，我就是为这个来这里的，现在却因为儿女私情赶走了狮王冷秋月。我怎么那么小气？如果找不到他，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吗？不行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。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。哎，十三姨啊，就这么点东西，收拾完了就没东西了啊。嗯。哦，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秋叶和大黑。嗯。太好了，他们好像已经原谅秋叶和大黑了。哎，严己宽人，这是我传给笑笑的优点。走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喝一辈子茶吧？就这样走了，你能安心吗？我的扬州导游图没有完成，而且姐妹客栈是黑齿人到扬州旅游的唯一指定客栈。嗯，不和他们搞好关系，我怎么能走呢？但是不走的话，我们也不能只在这里喝茶吧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开一家小医馆，名字就叫秋月大黑。这样等他们万一原谅了我们，也比较容易找到咱们。嗯，而且我一定有机会出诊去姐妹客栈的，这样可以时刻提醒他们不要把咱们俩给忘了。这倒是个如意算盘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如我们所意。拿酒来。哎，快点。哎，来了，再来一瓶。老板，再来一瓶。雪儿，怎么是你们两个？雪儿，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？醉生梦死，人生
本来就是这样啊。雪儿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告诉我。雪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走开！娘，找着了，快找着他！跑啊，走，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快放手！再不放手，我叫人了。他是我们四季春的人，你们叫人也没用。走。我叫紫霞，是四季春的头牌。快走！哎呀，公子，有头